盘点那些爸爸带娃的名场面。当你的孩子被他的爸爸带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人。小树，待会儿我们吃不吃？我虽然是个牛仔，居酒吧只喝牛奶。来的没用啊啊，用了个没用的啊。一根竹竿用去了一半，还剩18米，有问题吗？有人